大家好，我是乐谷。随着大疆进入穿越机市场，数字图传横空出世，模拟图传摄像头似乎陷入了尴尬的地位。时隔两年后，蜗牛发布的新款平头哥摄像头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新的惊喜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二代平头哥的包装依旧采用了传统的方形盒子设计，盒盖拥有着合适的阻尼来保证不会意外滑落。打开后，顶部便是电子的说明书、集保修卡，盒内的相接主体及配件则被 EVA 材料包裹得严严实实。我们取出包装内的全部物品，位于前方，从左到右的分别是22毫米的摄像头支架、摄像头主体以及摄像头的调参板。而除了这三样被 EVA 材料包裹的物品外，所有的线材、螺丝刀和其他的配件则被单独的塑料拉链袋包装置于底部。这代的摄像头主体采用了高温烤焦的工艺，搭配着镁铝合金的外壳，更加的坚固耐用。而镜头部分更是采用了大疆天空端的同款镜头，可视角度达到了165度。接下来就一起来看看摄像头的实际表现吧。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下午1点时的视频效果，可以看到逆光正对太阳时，摄像头的宽动态体现得十分明显，并没有因为太阳的亮度过大导致天空全白或是地面变暗的情况，天空依旧湛蓝，而两侧建筑物的阴影部分也能看得十分清楚。在经过小树林的时候，湛蓝的天空、树荫处的花花草草、树杈的细节，每处画面都十分干净，并且画面的光线切换也非常的平滑。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光线快速变化的画面，经过停止时，摄像头整体亮度快速平滑提升，可以看清停止内部暗部的细节，出停止时又极快的切回了原本的亮度，经过桥底时也是同样的情况。让我们更换一个更极端的光线变化情况，这里有一处面积不小的下水道，可以看到进入前便可看清暗部的细节，进入后暗部的亮度快速提升至合适的水平，离开时亮度也很快的回到了原本的状态。值得一提的是，所有逆光镜头下太阳均未产生镜头光晕，自然也是得益于这块优秀的镜头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傍晚太阳刚落山时的情况，此时四周为暗光环境，可以看到画面边缘已经出现略微的运动模糊，但画面的中心主体却依旧清晰可见，并没有因为画面的亮度下降而产生噪点。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夜晚的情况，天空保持深黑，地面被白色的路灯照亮，远处的红色 LED 光投射至地面反射，一切的色彩还原得十分准确，并且摄像头对噪点的压制也十分给力，并没有出现其他摄像头的画面泛蓝现象。而在进入没有直接光源照射的湖中央时，湖面的泥土轮廓也能看清，可以说这代的夜晚表现可以说是十分讨喜了。总结，平头哥二代摄像头是一款优秀的全天候式摄像头，无论在白天还是黑夜都有着不俗的表现力，并且搭载了大疆天空端的同款镜头，给我们带来了宽大且清晰的画面。两年过去了，蜗牛也从原来的 CADIS.US 演变为如今的 CADIS FPV，FPV 产品也从最初的子产品独立出来，形成了独立的 FPV 产业链，从模拟卡鲁到大疆的数字图传兼有设计。可以说这次的二代平头哥是蜗牛在两年的发展中交出的一份完美答卷，配合其188元的售价，自然也是成为了目前同类产品中性价比最高的产品。
也希望未来墨牛能继续给穿越级玩家带来更多创新且好用的新品。好了，我是乐谷，这一期关于二代平头哥的测评视频就到这里。喜欢本期视频，不妨长按点赞、一键三连加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